Hello， 大家好，欢迎到我视频里面，欢迎到我 channel， 诺莲姐姐。今天呢是我的生日，所以我要拍一下把它记录下来嘛。怎么这生日要记录下来这个神圣的生日？你看，今天我现在去这大阪，然后我等下去吃，晚上就有庆祝生日。看我姐姐在我 ，Hello 姐，那首眼呆。晚上就比较精彩，因为晚上可以庆祝生日嘛。OK， 我一直都碰什么惊喜啊，我姐还不要跟我讲，所以等晚上再看到再看什么惊喜哦。然后我现在去补习先 ，OK。耶，回到家了。哇哦！哇，寿星公在干嘛呀？寿星公 ，Hello。我还洗碗。等下拆礼物环节我会拍你的哦，拆礼物哦。耶、okay, okay. yeah, ，我们现在吃蛋糕，这是 Baskin Robbins 的蛋糕。我们现在吃。我答应我了呀。然后它外面有 Baskin， 然后里面是 Baskin 买的。我们快切，1、2、3。哦，里面是 Baskin 呢，看一下。是。哇，全马新蛋糕，哦，我的最爱。哦。准备 go。Hello D。Hello， 耶。耶，给我惊喜。生日快乐。耶。哎，小明，妹。哟 ，Hello， 现在我就回来了。刚刚我就姐姐他们给我家人给我 surprise 啊，我 surprise 到啊，就全部骗我，又 surprise 到啊，我就真的吃没几年哦。By the way， 感动，真的很感动。哎，一年只有一次的生日，以后长大啊，因为我生日嘛也是牡丹的嘛，就代表我妈妈也是在生日。一年只有一次的生日，对不对？而且我生日又在清明节哦。哦就是太有缘了，对不对？所以我会接下去期待这影片。我不懂这影片几出啊，因为我现在忙着读书啊。然后 ，by the way， 我一定会反片的，只是你知道啊，还是学业比较重要，对不对？所以先管我学业，然后先管我的学业，再来管这些课件外的东西。OK， 对啊 ，by the way， 今天会比较忙一点，就是因为彭婆嘛。You know, I know， 就是很多功课，哈哈哈，没关系。但是我 YouTube 还是一样照做，因为我觉得拍片虽然是有点辛苦，但是我觉得很值
资才赢哪一个，你想讲什么就讲嘛，对吗？都不用什么偶像包袱，就讲不了，对不对？哎，那我先随便讲，一开 camera 就讲，对不对？就你想讲我讲就很自在的哦。OK 啦，总之就是谢谢我的家人为我准备的，还是我的朋友老师。这影片已经很长了 ，OK？ 其实我只是单纯的播，没有想到这样多惊喜。Oh my god！ 因为今年的愿望可其实跟明年也是差不多，因为明年是 S 点嘛，所以我们现在准备这个，所以S 点考好啦，嘿，考五个 A 以上就可以拿奖学金啦，就可以大学的时候因为这样辛苦，对不对？考多一点 A，OK？ Nice， 努力一点 ，OK？因为将来的自己肯定会感谢现在的自己，对不对？哈哈哈哈，所以加油，各位观众，谢谢你们的观看哦，拜拜。